好字头，横画左低右高，起笔，收笔，这个角度应该成45度角。左边这个竖应该是向右下方斜行笔，有粗到细向右下方斜的。右边这个撇起笔稍高，向左下方斜，形成了上宽下窄，高低错位发字。撇粗竖细要用垂漏竖，先写撇的宽度以这个为标准，靠上，内沿外方垂直向上，下面平的，跟左边竖稍有点错位，这三个笔画基本齐平都可以了，或者这个稍微低一点没关系。先写撇，撇这边抽头要短一点，竖弯钩竖要细，拐弯的自然点，撇粗竖细，竖画在撇的中间起笔，先向右下方再向下垂直，用垂漏竖，竖不可粗，上面高低要肘子头。肘子头不可写的笔画写的太长，稍短一点，肘子头笔画要短。撇有粗到细，撇画不要写的有点弯曲，是相对直一点，横的起笔稍轻，在撇的中间偏下的位置点，不可写的太重。所以这个撇跟这个撇的高度要有错位，高低的变化。下面也有高低的变化，两个撇要有高低，都不可写的太弯，横画都是起笔在撇的中间偏下，而点的位置哈，横要短，起笔要轻，起笔这个头不可用方的，稍微尖笑。撇要短而平一点，不要写得太斜，横不可太长，左低右高向右上方斜的，这个撇在中间，横画中间交叉点，捺笔由轻到重，起笔靠上，出锋方向应该是平的，捺笔的起笔是在横竖交叉点稍微错下一点点，不是正交叉点那个地方，横画不可太长，要突出撇和捺笔，要撇捺要纵展，上面要有高低错位，撇这个撇要放